谁？你找谁？阿姨你好，我是刘总公司里的，本来要回家过年，结果没买到车票，刘总一大早就让我来了，刚刚在机场还给我电话，让我一定要过来。对呀，那进来吧。谢谢阿姨。阿姨，我没有打扰到你们吧？来，坐下吧。嗯。刘总不会那么早到，飞机晚点了，我们一边吃一边等。嗯，好。哎，好，谢谢阿姨。师傅，再快点吧，再坚持一会儿，快到了。护士，这是我的孩子。对，这是你的孩子。哎，你还不能进去呢，医生现在在做最后的处理，不过母亲现在处于昏迷状态，你还需要耐心等待。阿姨，你们家过年也习惯简简单单的吗？也不是想简单，只是我跟刘总是北方人，亲戚比较远，他母亲过寿，我们就少一点回去。平常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在家里过年，我们口味比较偏，你习惯吗？嗯，习惯。我呀就没什么不吃的，而且阿姨你做的饭菜特别好吃。真的吗？嗯。我小时候，爸爸每顿饭都问我同一个问题。莫非？是好不好吃？是啊，所以只要是我自己烧的，我从来都不会问别人。你想想看，这个问题多尴尬。画家卖画，不喜欢可以不买。一桌子的菜，不管是好是坏，只要能吃，我想没人会说不要。吃都吃了，还能说不好？嗯嗯。接个电话。宝贝儿，你看我们的孩子，又胖又傻的。我想，他长大了一定是个听话的孩子。你看他每次看着我，我总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就像你看着我一样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他从出生到现在啊，口水流个不停，一定很好吃。呦，不过也好，等他长大了，你教他下厨，我教他洗碗。在隔壁房间吗？孩子死了。没有。孩子死了。你放心，孩子。我们没孩子了。有孩子。孩子死了。护士。孩子死了。护士，快快快，没有孩子，把孩子带来，把孩子带来。没有，不。不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孩子都很好。没有孩子了。快快，你看看，孩子来了，孩子来了，看看看，这是我们的孩子。多可爱。不是，
我孩子没有妈妈，我孩子死掉了。好了，孩子没事。我没骗你，没骗你。别担心。你醒了就好，都过去了。你爸爸还在上海，飞机晚点了。啊，那他今晚能回来吗？应该可以，但他让我们先吃。哎，那就好，咱们呀边吃边走啊。真讨厌，大年三十都不能准点回家。今年放炮的真多呀。今年过年一点都不热闹。不像以前，难得安静一下。哎，猫又叫了，今天过年估计没人喂它。可怜的小猫，你去喂它吧。好嘞，我呀给他们加点菜。经过我们的研究确认，你妻子患上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分裂症。产前由于这个压力过大，再加上产后昏迷，昏迷过程中她以为孩子死去，大脑产生了一种假真实。在分裂的另一个世界中，你们是没有孩子的，别人无法改变她脑海里的真实，因为那是她的一段经历。而病发期间，所有关于孩子的信息都将会屏蔽掉，时间或长或短，结束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。你是谁？但特殊就特殊在，他并非所有时间都失常，正常的时候孩子还是会被认可的。所以啊，你们要做好措施啊。孩子长得很像你呀，特别是眼睛。谢谢。希望他快点长大，长得比爸爸还高。放心，这是隔壁的孩子，我看着挺可爱的，就把他抱过来跟你玩一会儿，等一会儿我就把他送回去。 OK。 喂，爸，和妈在吃饭呢。妈刚又犯病了，我就说我是你员工，没什么事儿。你还有多久到？那快了，你提前十分钟给我电话啊，帮你热菜。嗯，好嘞，拜拜。西方人每次吃饭前要祈祷，我在电视上看到，手拉着手，闭上眼睛。嘴里念了一大堆，他们西方人真复杂，什么圣诞节、平安夜都要许愿。中国人许愿啊，去寺庙求个签、烧个香什么的。阿姨，大年三十咱们中西合并一下，许个愿吧。真的来啊？嗯，你信？
默念就可以了吧？嗯，自己知道就好。阿姨许了个什么愿？你不是说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吗？我希望每年过年的时候，刘总可以在我旁边一起。他可以迟到，但是不可以不到。但是那么多年，他表现得很好，所以我很开心。该你了。嗯，我也许一个。嗯。Blue.